This looks like it could be useful.这样会太小声吗？那这样我的奶会太小吗？嘿嘿嘿嘿嘿！感觉没有人来啊！怎么又多一只？游戏等级突然升高很多哎！呜呜，我干！我干！啊！水！不错，打小王的时候蛮好玩的。哇，好刺激哦！哇，轮流吸仇恨吧，我打自爆兵好了，你们打王。哎，暗射！我干！哇，出去！兵在哪？哇！哇！哎呀，干！自爆兵真的他妈的！哎！哎，你为什么没起来？我没救到是不是？我打自爆兵好了，你们打王。哇！哎呀！不要烦哦，你现在不要烦哦，毛毛。撑一下哦！
我破，不用不用不用。白痴哦，如果我要别人帮我破的话，我买这游戏干嘛？我开锁血就好了。太没意义了吧？我才不是那种女生。我哪是、啊？那我就是那种喜欢接受挑战的人。这次一定行。不破关不睡觉，不是不打死这只不睡觉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刚刚我猫来在那边踩键盘，我直接说走开，你走开。其他时候要踩键盘可以，现在不行。不睡不睡，一定要打完这只才睡。傻小。白痴啊！刚是谁？哎，为什么？我以为我刚刚那个爆炸的翻滚很准，不知道为什么死掉。我是觉得我玩的还行啊。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哇 ！No！ 哎呀，怎么会在柱子后面？啊，我又没血包了，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走走走。爆虫如果出现在队友在打王的人的那边的话，负责打虫的人也会来不及过去救，就要很灵活，就是大家都要对打法很熟。快走快走，先打自爆怪。同胞，我们必须闪自爆怪，再闪得精准一点。大小了，怎么是我？是怎样？为什么是我？我根本没打他哎！自爆怪，自爆怪！哇干，这个没有语音是不是很难打？哇！干！哦耶！哇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来这里吸一口。三点半了，对啊，哎，这个如果自己一个人玩的话，会变怎样啊？哦，会比较简单，是不是？抱歉喽，各位，明天我要自己玩。